原始点医学完整版，张昭汉医师著，2021年11月出版发行。原始点医学名词解释。原始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，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，狭义是指原始点的位置，也就是一条脊椎脊七处。一条脊椎脊七处原始点。颈部、上背部、下背部及荐椎部原始点统称一条脊椎。头部、肩部、肘部、手背部、臀部、踝部、脚背部统称七处原始点。原始痛点，在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的部位找到的压痛点，亦称他处痛点、大开关。患处痛点，在患处周围找到的压痛点，亦称小开关。体伤是指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，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。热能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所需的能量。热能不足是指身体能量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。症状分为症和状，症指身体出现不适感、功能紊乱或体力虚弱，状指体表组织受损。异常指身体异于之前正常状况，包括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。疾病，身体出现症状或体内检查出组织受损。衰老，体表出现异常形态或体内检查出异常形态、异常指数。按推，按指按压，要由轻而重，由浅入深。推指前后均匀来回，按推要先按后推，力道不能太生硬，且需配合身体姿势。因缘果，原始点采用因缘果作为理论架构，设定疾病或衰老为果，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，按推外内热源等为源。永远不停步，永